别一直都不容易，或长或短的相聚总有尽头。谢谢陈慧琳导演，用作品，用人生，让我们感受爱，了解爱。他曾经说过，人的一生最重要的是要找到自己最快乐跟最喜欢的事情，不要等以后，现在赶快去做。我们何其有幸可以因为戏剧齐聚在这里，虽然离别留下的心痛难以治愈，但这些爱也留下难以抹灭的回忆。谢谢你们在人生的这一场戏精彩而且圆满的杀青。下一站的你们飞得更高更远，但在我们心中，你们未曾离去。